我幼年丧父，年方十二为农家放牛，奉养保姆，化粪工徒，才有今日出身寒微，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，方为丈夫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鸿鹄之志，岂燕雀能知？身为元世臣，死为元世悔，不似你等铲铲阿谀之贼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如可焚而不可毁其节，臣虽死，民可垂于竹帛也，又何惧哉？大丈夫行于乱世，当光明磊落；即使处于逆境，也当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。龙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苍穹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有人得志而纵横四海。朱瑾配六国相印，张仪两次为秦国宰相，二人皆有匡扶国家之大智大勇，非比那欺弱怕强、苟安抵祸之人。大丈夫即使君落，当战死在沙场。可国事而坏，岂可为我一人而坏国家大事？使愿扫清四海，削平天下，天下清平无事之时，当与诸公共享富贵，一乐太平。